今天好像这是我们的应援服，好看吗？今天看起来好乖哦，我自己好乖哦，你们看，哇，晚上好。对，领带还有一个领结呢，领结还没有用。哇，头发，我今天刚刚出去洗了个头，然后洗了，为了今天晚上的直播我去洗了一个头，但是其实也没有怎么化妆，花了5分钟化的妆，涂了一个口红，画了一个眼线，这是对你们最大的尊重。嗯哼，有那个有那种乖乖学生的感觉，有没有？现在有没有那种乖乖孩子的感觉？哼哼，有啦。我手机没，这个是没有什么电，好眼熟，这是我们的应援服呀。应援服还有领带，贤妻良母型。我这么小，看起来像贤妻良母型吗？这样看起来只能算是个学生。哈，晚上好。哦，我想点个外卖，有点饿了。今天给你们报一下我现在的行程。昨天我下完公演，直接就去排练，排到了3点多，然后休息了一下4点多，然后洗澡，搞了一下，就5点半了。5点半躺在床上，早上10点出发，九点半起床，然后起来10点去了剧场，然后去了剧场之后，就一等排练，排到下午4点回中心。回中心之后5点排了赵家蕊的助演，然后6点排我们明天的东西，明天有个外务，然后就5点排了赵家蕊的，6点排的外务。然后我头就很痛，现在是懵的，然后就去洗了个头，因为我这两天排练的时候头发真的是那种乱糟糟的，然后穿衣服也是穿得很随便。现在虽然说我身上穿得很好看，但是我裤子还是那种运动裤，还是去助演的时候穿的那些排练的裤子。洗了个头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立马就花了5分钟化了个妆，赶紧上直播了，因为我感觉好像这两天都没有好好认真直播。今天没有事，早点睡哦。希望就是我已经忙到脑子是有点混乱了，就是整个人是懵的了，可能这两天的翻牌什么的也比较少看，对，没有怎么回，因为我没有精力，整个脑子是懵的。嗯哼，还是很可爱的，我觉得我一会儿应该没有排练了，明天去彩排就行了。明天彩排，然后就反正就是事情就是做一件丢一件，做一件丢一件这样子，就不会太让人头疼，就做一件丢一件这样子。一会儿可能就去睡觉了吧，早点睡比较好一点。想点个外卖，可是我不知道吃什么，我不知道，等我看我今天晚上状态吧。其实跟车的话应该9点就要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起得来。对，吃什么呢？哇，我真的还蛮喜欢我今天的装扮的耶，那种学生的感觉，平时都是狂野的，穿的那种。因为我很少穿 JK， 然后我现在很忙，不要再跟我说让我干嘛干嘛了，我很懵。对，可能会等到我想做了就会做。然后我还是懵的，现在脑子还是懵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别人给我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人什么的，就是不会，就是布置任务之类的东西，像一样的东西。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最近那个啥，最近有点那啥，有点懵，有点忙，然后就会听到这种
话，我就会觉得大家在催我。就会觉得大家在催我，我就会有压力，会急。没事的啊，希望你们能让我，就是你们不用管我要做什么，我做完之后会告诉你们的，对。而且最近也一直在催视频什么的，希望能够给你们多一点的物料，还有让你们多一点那个照片呀、然后物料啊什么的。我还是比较主动的了。晚上好，晚上好。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就是。今天大家今天有活动是不是？咱们今天晚上有活动是不是？哇哦，那你们都下班了吗？现在？瞎聊天而已。吃饭呢？我在点饭，你们看，不知道吃什么。今天吃了一个米线，小爱今天晚上懵的，现在可能不会整活了，现在可以给你们唱歌，对，还是一样的，跟平时一样的参加活动，那个让我的音乐会发吧。对，你先还能唱吗？还能唱是吧？看着懵懵的。我真的有点，最近就是没睡够，主要是早起没有睡够，然后整个人就懵。我要吃什么呢？主要是我也没有胃口，我没有胃口。啊，我喜欢现在的打扮耶！我们家的音乐会的衣服真的好好看哦。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肩膀做的有点太，可能是我自己的肩膀有点小，然后这个肩膀就是我穿完之后会觉得有点，这个肩有点宽，这个肩有点宽，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太小的问题，是不是我腰大了，是不是我腰大了，你买小了 XL 我穿不下，啊你 XL 我穿不下吗？快咸鱼看看谁，或者是看看谁能跟你换。还有 XXL 吗？我们家小爱穿的什么吗？我要的 M 码，我以为我自己很高大，结果买大了，你们看这个肩膀简直了。对，我应该是 S 的，穿 S 的，我以为是像应援会，就是 S 对应援会的那种衬衫，你知道吗？像那种衬衫，它可能是男款的，它不是很女款，就是没有收身型的男款。然后可能就男款的衬衫，我穿大一点会觉得 oversize 一点，会觉得休闲。对，所以我以为咱们家的应援服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男款的。结果呢，咱们应援服分了男款和女款，然后给我是女款的，女款的就会修身嘛，然后修身的话上这我肩又有点宽，就不适合我，想多了我自己。但是你看这个领带是真的挺好看的，因为我昨天看我的女伴穿了去看，我觉得还是蛮清新的，对，配了一条红裙子，真好看。吃什么呢？小爱在这看半天了，我不知道吃啥。那个人是谁没找到？昨天那个女孩子吗？找到了呀，昨天她在呀。吃啥呢？吃啥呢？你们有那个啥吗？你们有推荐晚上吃啥吗？或许整点清淡的，清淡的炒河粉，把你们一个个拿来炒爆炒。
爆炒河粉，夜宵热量爆表，哈，我不怕。但说实话，最近确实有点胖了，一直觉得自己，我跟你们说，我这种身材就是多一分肉都有点累赘那种。我是女 L 的，下次给我男 M 还是男 S 的？哇，男 S 穿起来多娘啊！我穿起来我就是个小母，我不要。晚上吃的烤肉，男 M 吧，我不是，我是，我 ，Who is the one, my one, only one？吃什么？我又在纠结。哦，好漂亮啊！这个里面到底是今天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怎么办 ？NCR 的 one 好吧。我要吃，但是这个晚上我现在好想喝水。我要是去点个星巴克，现在这个点儿点星巴克是不是有点那啥呀？过分了。福建，哎，福建唐山，你们有什么推荐吗？嘟嘟嘟嘟嘟，招牌木樨酒酿奶茶。我都有点懵了，我又不睡，我怎么办呀？金盐乌龙又是什么东西？哇，谢谢8866的一票，哇，那我赚了个大的。我像萧亚轩的话，那是不是能够拥有萧亚轩的快乐？不要误会，我想要他的快乐是那他的身家暴富，不要误会。他的快乐，你的快乐，我的快乐，好像不一样。我要的快乐是，我要的快乐就是暴富，对，要发财，我要发财。乌龙茶。发酵，哎呦，到底喝啥呀？可以点歌哦。是不是大家经常听我唱歌都听腻了，都不爱我了？可能吧，你们都不爱我。我点了一个茉莉毛尖百利甜加百利甜的一杯饮料。他说冷热皆宜，茉莉毛尖搭配低发酵青乌龙与微醺的百利甜酒，听起来含酒精饮料。点了一杯奶茶，它居然含有酒精。什么牌子的？福建桃山。要点一下吗？你们要不要试一下？我想试试呀，好贵啊，没啥味儿是吗？我也点一个试试。我最近我好像人一累我就点吃的就从不手软。我这个人很奇怪，我这个人什么买衣服也不买，然后就是买东西都很小气，但是吃的方面我就从来没有。就是去看，哎呀，我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我觉得我这种没有食欲的人，难得有想要吃的东西，还是你一样啥呀，云哥你一样啥呀？你要吃啥的时候一看，哎呀热量，哎呦，好，掉线了，有人打我电话，我都没有想到我居然有人打我电话，好像是昨天去的那个补习班。给我打电话，他想让我去办卡。
还让我去办卡，我不敢，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不去了。云哥怎么了？云哥被闭麦了吗？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去了。嗯。你知道他们有多屎？哎，算了，不说了。我觉得像狮子大开口一样。晚上好。12315什么意思？火头回来了，哎呀。呀，从啥时候开始回来的呀？从昨天，我好像从昨天看你就好像非常硬气，哼，我的头回来了，有头的加菲格外的帅气，对我也这么觉得，大大的眼睛，你瞅他那眼睛瞅贼大。就是瞳孔有点小，眼睛大是大，黑眼珠有点小，就一丢丢。哦，点完了，是不是要点吃的了？点吃的了，我点杯饮料，还没有点吃的。眼睛比我大，气不气？可是我的脸比你小，你气不气？脸比你小，你气不气？这种巴掌脸很少见了，你们看，巴掌脸，好小好小的巴掌脸，哎呦，当爱豆真不容易呢，天生的爱豆脸，我手不长，我手挺小的，我除了手比刘倩倩还有宁珂长之外，我的手其实挺短的，对。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你那啥那个手大。刘倩倩那是援手，伸出援手，呵呵，磕磕伸出来几个爪子，好小好小的爪子，我的妈呀，太好笑了，磕磕的手像小霸王龙一样，小霸王龙，倩倩。我没有在说我的队友不好啊，我在夸他们可爱。QO， 这是哪里？这是一个大明星的直播间，嗯，这是大明星成名前的几年，大明星可能还有5年，他就是大明星了。对，还有5年，因为算命说我30岁会出人头地，年纪虽然那个大了点儿，但是为啥呢？但是就是幸福来得晚一些嘛，对吧？我富贵了，一定会把你忘了的，没有富贵的我就不会忘记我的粉丝，对，但是我不认识的 ID 我一定会忘了的，所以啊，你们赶紧多来跟我聊聊天，成为我的粉丝。现在是不是没有人参加我们的活动？好惨啊，怎么回事？没有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是为什么？投4个9。哇，谢谢浮屠的99票。如果你再投99票的话，你就相当于给我投了9999。谢谢浮屠的100票，还有谢谢加菲的九票加9票加9票加9票，36票。哦，真多呢，哎呦。哎呀，4个9，真的是4个9。点了个奶茶，忘记点主食了。哎呦，
那我到底吃啥呢？加菲可以送我1111个酒，我不会介意的，我一定会感谢你的，我一定会记得你的。I love you, baby。我一定会记得你的。是啥呢？我又陷入了那个纠结。纠结中。哇，天上的飘飘不说话，地上的小爱点外卖。我这是人家的，为什么？那上面是人家的，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还没出来？我截了个图，但是上面是人家的。我来了，截个图。谢谢我的小喵喵送给我的9999票。哇哦，好惊讶，幸福，快乐。谢谢谜语的一票，突然觉得自己头又大了一圈，说话的底气顿时足了不少，对不对？突然就自信。好，加菲哥哥，请问你想唱什么歌？你想听什么歌？跟大佬凑网票，怎么会这样子？你想听什么歌？让你其他的推知道，你永远的主推都是我沈小爱哈，哼，谢谢秋丽的奶茶，其他的推还没开播，他们不开播也没有关系，到时候他们就会来我的直播间看一眼。再把头拧下来吧。没有，不报复，我只是宣告主权，就是说是个首推的意思，对吧？就我是个主推嘛，但是首推嘛，没办法的，就人太有魅力，长得也太好看，就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就从那个位置掉下来的。啊，怎么会这样？这是谁呀？说话这样子？啊，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哈喽，晚上好。哎，给唱一首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都行，你想唱啥？我看一眼哈。主要是我没有抢到那个，没有抢到那个房间，那个唱歌的房间。对，那边人家在排星公演，还是星公演吗？还是啥？就一直在排练。小爱想唱什么歌呢？唱我们的歌好了。我们的歌。这首歌好像是本来就是送给粉丝的歌，看看。嗨嗨，喂，你好。这首歌送给加菲。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难免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发了发我不舍，我们的歌那么真，无国界跨时代再也不会，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谢谢开心给我的音棒。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不会倦。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不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Farmer 我们的歌无国界跨时代，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能不能不要切割，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这首歌叫我们的歌，我们的歌王力宏写给粉丝的好像。哇，今天晚上中泰又有什么活动什么吗？豪哥，我们也在豪哥，你看我们在豪哥。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越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这首歌送给加菲，祝贺他的头今天晚上接回来了，哈哈，也送给我们。三年来的那个深厚羁绊。深厚羁绊，对，好听吧？我要是现在肚子饱一点就更好听了，主要是现在肚子有点饿，我在看那个饿了么，看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好吃的，不知道吃饭了啥，吃饭吃啥呀？好听，谢谢。我今天是不是很乖？我今天打扮起来很乖，有一种。有33个99，就还有9999看吧，33个99，那我们今天33个99就还有9999看。哇，我直播间有人吗？99可以点一首歌哦，我可以唱33首歌，我唱33首歌，就有人再给我刷个9999，有吗？
那我可以唱三十，我可以唱33首歌哦。先让小爱同学点个饭吃，点个饭吃，我才能够唱33首歌。但是小爱吃什么呢？情人总纷纷，可是我们却人。我吃干锅牛蛙，牛蛙，干锅牛蛙好贵哦。先吃饭，对，穿应援服了耶，对，吃一个干锅牛蛙，单人份微微辣，再加一个白饭，有加白饭吗？嗯，好，有白米饭吗？然后加料，锅底加料，加个土豆也有了，金针菇吗？加个金针菇，6块钱有点贵。加个金针菇还是加个肥牛卷呢？晚上好，对，我要点个饭，等会儿才有力气唱歌，一边吃一边唱歌，因为我已经抢到了这个房间可以直播，给你们看一眼我直播的环境，这是我直播的环境，怎么样？好了，小爱点外卖了。现在有谁要第一个点歌吗？哼哼，虽然，那我刚刚收到的那些算不算？哇，谢谢谜语。数不尽的星空，我好像不会唱哎，怎么办？感谢妈妈。那我刚刚收到的那个还算吗？哇，截个图。谢谢 JAV 的999，这是不是算10个了？哈哈，这算10个吗？11个了 ，OK， 好。那你们先点歌吧，我现在还肚子。哇，谢谢保安。哎，好希望今天晚上放周旋机图也来听我唱歌哦。哈哈哈哈。他怎么不在？因为我有几个歌迷，就是他平时不怎么出现，但是我一般唱歌他们都会来点歌。哦，数不尽的星空是谁的？是谁的？我有几个歌迷。我的歌迷怎么？哦，曾沛慈的，好像听得很熟，怎么回事？你不是歌迷了吗？哎呀。人家只来唱听歌，就可能不认识我，人家就只听歌，听完歌就走了，这就是歌迷。对，数不尽的星空，我感觉好像不太会唱这首歌，但我可以试试。哈，人家才不是白嫖呢，人家听歌都是那啥的好吗？你只是来投票的。那我图今晚上贡献10个吧。好像不会唱哎，妈妈。曾沛慈别的歌可以吗？你的口袋拒绝我不管，我不管，你想办法去。你想办法。曾沛慈。我第一次这么耍赖，如果我耍赖不成功的话，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谢谢哇哦的奶茶。怎么还有什么歌呀？数不尽的清空，
在你离开那一天。累了，好像会，我好像会累了。我试试看，他这首我会不会唱？谢谢，秋丽。好像会耶，好像我听听啊。就脸不红心不跳，我平时穿得很随意，然后不化妆，然后我卖萌的时候会觉得，会觉得
就想吐，但是穿成这样子后就觉得没有什么违和感。人就是这样子，好好笑啊。哈哈。哎，宇宙来了。啦啦啦啦，甜美专场，对呀、啊，这是我的应援服哦，挺好看的吧？换谁点歌了 ？ZAV 可以点歌哦，还有保安、浮屠，还有那个王。谁从不尖叫？星空在闪烁，让你的眼泪忍住不敢坠落。哒哒哒哒，谢谢云哥。一票吗？对，还可以拔 flag， 啾啾的 flag。大家还有想听歌的吗？对，这是我的应援服。我现在很想知道我男粉怎么穿我的应援服。男粉怎么穿我的应援服？要，你的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男粉还没穿上，男粉发现买小了，不穿。为什么不穿呀、啊？连投99.1%算吗？算。怎么能说不算呢？但是你的手机不会发烧吗？好家伙，我刷屏。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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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的应援服还在栗子的学校。栗子穿吗？男的穿应该叫 DK， 女孩子穿叫 JK。 男的可以配一个五分裤。现在33只多少了？现在是多少了？14个吗？你哪来的400斤？你跟我说，加菲同学，你哪来的400斤？我感觉你像100斤以内，400斤是你以前，是你以前头在你头上很久的时候，现在刚接上来哪有那么多？啊，刚接是有400斤了，刚开始没接的时候只有100斤了，300斤是头。哒哒哒哒哒，乐童点歌吗？乐童，呼叫乐童。今天晚上我的歌迷怎么没有来？帮我拔拔 flag。 对啊，就是意思问你要不要那啥嘛，要不要参与这个那个啥嘛。哇，15啦，谢谢海神的99票， Thank you very much，比个心。15了，马上就要过半喽，马上就要过半啦。星空在闪烁，想你的眼泪悄悄划过，当你松开了手离开的时候，我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对，点歌吗？你们点歌吗？让我来看看咱们今天的活动。哇，谢谢乐童，16个啦，快要过半了，马上就要过半了。点歌吗？大家想听什么歌呀？咱们这次的名字叫修仙之路啊，修仙之路吗？大山的紫水哟，黑太阳里，太阳的
家庭清寒告辞，那也不用告辞，你可以捧个人场，对吧？捧个人场，撑撑场面啥的。修仙之路是敖英吗？敖英这个仙小仙女吗？好，那我下次直播的时候唱。小仙女熬成了小仙，熬成了小仙女，我的牙真齐。嗯哼。截图，最夜空中最亮的星哈，我看看。但夜空中最亮的星特别难唱，没有骗你。等会儿我要是翻车了，你就不要骂我。我怎么会骂你？俺要跟海神一样的歌吧，没有贴海神的意思。神醉太甜了。不，他们的名字叫 EZ。你们觉得呢？我给取的名字。Easy 能否听清那样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好低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前行。一颗透明的心灵，何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啊，
刚去哪了？哇，这个歌就是又很低又很高，又很低又很高，所以我说这个特别难。请靠近我。都去哪里了？今天晚上有公演吗？还是？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喝小酒去的，你要喝小酒去吗？你不就点了个奶茶吗？听，哦，邓紫棋有一个海豚音，我听听她的，我也挺想听她的。但他的有点难，其实我可能唱不太好，听听后面的哈。好，对，听听。我唱不了，我也没办法唱，呵呵，我倒是想唱。哦，他是这样的。拜拜。阳光的人。心里的孤独和叹息，它是那种动感的蹦蹦蹦。它的版本在这个放不了，不知道为啥。小九小九，版本放不了，放不了。哈哈，我的饮料什么时候能到呢？我的饭要是到了的话，我等会儿就一边吃饭一边直播。啊，我没取消啊，为什么我的饭倒被取消了？我跟你们说话忘记付钱了，所以他就给我取消了。我跟你们聊天然后忘记付钱了，怎么会这样呢？9999的那个进度到哪里了？到哪里了？一半了好像。谢谢栗子的100票，17个了。7个，加油加油，隔着女高音呢。9999召唤进度，干巴爹，干巴爹，对，都过半了，大家冲呀，加油啊！这是我的应援服，好看吗？什么意思？我平时不少女了，什么意思啊？看着你抱着我，目光比月色寂寞。平时是瓜吗？我不是一直是花吗？你不知道吗？我不是一直都是辣妹吗？辣妹子辣，辣妹子辣，从未是瓜，从未。好饿呀，才点完外卖，那不得半个多小时，可能不止半个小时才能送到了，我觉得我可能要饿哭了。小爱哭哭，小爱哭哭，爱神呼呼。你这个 APP 还充值的形象，这个形象 get 到颜值了咋的？平时 get 不到啊。那肯定不是我的原因，是因为你喜欢的款式是这种类型的。
不是说我颜值有问题，就是颜值一直都在这儿，对吧？颜值一直都在这儿。谢谢小尘埃的九票。你以为这两个九？我以为你要送我，我以为你要，你这不会要刷十个九吧？他是不是要刷？你们帮我猜猜，他是不是要刷十个九？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被关在漂亮的漂亮的颜值里面，真的好棒啊！他要我数，你们数吧，我数不清楚了。老杨十一个，你们数了吗？有十一个吗？有了，好的。Nice.寂寞，我的心只为有你，有你而歌唱。给你们看看这个特效。还蛮有趣的。对，画心。看着你抱着我，目光比月色寂寞。你的心只为我也好，我也在蹲，可是就没有人比宠我，哎，没有人宠我。拿来吧你。看着你抱着我，目光比月色寂寞。哪张图出圈了？这个吗？表情包吗？然后后面，然后上面飘。哇，谢谢晚安宝贝。那这不都是从我们这儿流出去的吗？那说明我们出圈了。谢谢四百，十九个啦。Thank you， 晚安宝贝。小晚安宝贝想听什么歌呀？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你看我下面穿的裤子跟我的衣服完全不搭。还差十五个。Baby 一直在等待。其实我的奶茶到了，等会儿再去拿吧。实在很想喝，我就去拿，因为很快。Hello Joker，Hello 好。有人要点歌吗？下一位是谁想点歌呢？今天晚上他们那个谁那个来一首，他们不在吗？我的歌迷呢？我的歌迷在哪里？想见你可以啊，可以啊，刚才投票的大家可以点歌呀，对。我很疑惑，我的歌迷在哪里？想见我？当爱情已落成遗迹。B 站鬼畜版的吗？我都没有听过鬼畜版的什么样子的呀。歌迷坐上车来了，歌迷要自己开车吗？
情已落成一季，剪个花。怎么唱来着？唱错了，不好意思啊。当爱情已落成一季，用相信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闭合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把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网格，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后面这句，嗨，白胡子来了。我放过你，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礼物，还有一票，谢谢蜗牛的九票。然后刚刚谁说有？那个啥呀，妈妈说的是刚刚谁那啥，有人参与了活动吗？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我愿意？你的语气失去一点点和逆时光，好像我都不会，怎么办啊？你怎么能完美的避开我所有会的呢？封面图好看吗？我愿意。谢谢文烈的奶茶，好看，嘿嘿。我其实想下楼去拿奶茶，你们要等我吗？我们有没有跟我一起下去？有人要跟我一起下去拿奶茶吗？我好饿呀。走吧，不能把这个直播放在这儿，不然等会有人进来了，然后不知道我的直播，然后造成的影响可不好。等会儿马老师来了，哎呦我的天，哎呦我没力气了，好虚啊！我发现我现在特别的虚，虚弱。
好了吗？哎，怎么没人？啊，吓死我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在截我崩图？我跟你们说不要这样子。哈，点了一杯茉莉毛尖儿百利甜儿。哈，我要来喝，我要来喝它了。我的奶茶。呀呀呀！喝奶茶，喝奶茶，喝奶茶。还行，一般，没有那么差，但也不错。好了吗？卡了吗？卡了吗？卡吗？不卡。OK。我们的进度到哪儿了？进度到哪了？是有一种百利甜的，百利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什么味道，但是应该有一种酒的味道，是酒啦。这个时候有个999，哇，夸了一下就差俩了。谢谢 JB 的99票，你看你看，有20个了，一三个了，呵呵，真棒，但是没有什么路人粉，那个看上我的，全都是咱们的小宝贝，就没有路过的时候路过的人觉得我长得还行，唱歌还不错的，过来参加一下活动吗？就没有吗？纯属路人，什么活动？来，议员会告诉他。纯路人，刚来，发生了什么事？纯发生，刚来，路人了什么？是吗？百利甜17度呢。可是，可能他，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丢丢那样子。感觉有个味儿耶，20个了，两滴不能再多了。为什么两滴就会有一种有味儿了？就是能感受到那个味儿，就那个甜甜的味道。女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两眼使独相随，只求他人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烟溪，我紫竹林。什么什么千里把君寻？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他喜欢我迷人深邃上的眼眸。哒哒哒哒哒。
最终回合太费力了。哦，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你们还真的会都会背啊，就是那个抠都会背啊，真棒，棒棒，肯定会背。中泰为什么那边这么厉害？想了半天也没想。难道我们广东人普遍有钱吗？开玩笑。噔噔噔噔噔。哦，豪哥提幺儿，你是广东人吗？我也是广东人，好巧啊！我也是个假的广东人。难道传说中的广东人人手十套房是真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对你说，别看。什么面？这是什么面？别看上面啊！我知道你怕我羡慕、嫉妒。你当过网五年的广东人，在广东怎么样？谢谢迪外斯的九票 ，Thank you very much， 十票，谢谢。喝了个奶茶，确实肚子饱了一点，还是有点用的。我可以再唱好多口的歌，嗯。哦，吃过鲜花饼，喜欢吃玫瑰味儿的，嗯。糖分其实不什么甜，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有这个珍珠，这个珍珠是芋圆，所以都能够吃，能够吃饱。哇哦，保安来了，谢谢保安的99票，多谢。多少个了？有21个了吗？9999召唤术。召唤神龙。还差12个，我发现还蛮，今天晚上要1800了，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Kumki Mokito， 我喜欢他委屈。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晚出就是晚上跟我朋友。嗨，谢谢云哥的99票。去过一家咖啡店，咖啡店有莫吉托，我当时以为它是饮料，是薄荷味饮料，我就点了。我喝了一杯莫吉托之后，我朋友扛回去的。那也不算是那个那也不叫咖啡店吧，叫烤肉，是一家很高贵高级的烤肉店，嗯，烤肉店，对。然后那个烤肉店里面有咖啡，有那个鸡尾酒，还有什么。然后我刚开始不知道莫吉托是鸡尾酒，它虽然写在鸡尾酒那栏，但是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没有看到那一个呢，就是没有看到那上面3个字鸡尾酒呢，我就觉得它是个薄荷味饮料，解腻的，因为那个烤肉太腻了，我在想来一杯薄荷味的解解腻，对，然后我就点了莫吉托，然后那个店员也不告诉我那是啥，对。
主要是这个图上面有一个薄荷叶，然后下面是那种冰，都是冰块，然后那个透明的水液体，然后我说哇，这个很清爽吧，这个配烤肉刚刚好，嗯，配烤肉刚刚好，然后我一杯下去，嗯，我朋友给我看回去的，后面真的是无语，后面还要说要去看电影，然后看不上，看不成了，就这样回去了。没想到莫吉托都这么酒精度这么高了。喝完水也刚刚好，喝完立马就睡了，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干嘛，妆都没有卸。进度到哪儿了？22了，还差11个。看看孩子吧，看看孩子吧。哎，我这样看像不像一个公式照？就像学生照，你们看。公式学生的那种照片，然后后面是一个证件照，对对对。哈，学生照好像啊，怎么会这么像？有点像蓝底。长这样的在你们学校是班花吗？长这样的在你们学校是班花吗？笑话，那你们学校不会全是男孩子吧？真笑回来的笑话。我不看上面。没有了，我读书那会没有那么好看，因为不会打扮。现在是因为就是在当偶像嘛，然后你就必须得好看，偶像嘛就得瘦，要得好看，会打扮。其实很多人不干这行，应该也不会专门去，就是每天都拾到自己吧。你们班就一个女生，你们都叫她班花儿。你怎么会这样？你们就一个女生？那是不是那个人就会在你们学校就是在你们班里饱受欢迎啊？就是你们每天都争着给他那个啥送礼物啥的？不会啊！我以前听说班里只有一个女生的时候，全班的男生早上会给她买早餐啊，买奶茶什么的。对，像这种，如果是你们班只有我一个女生的话，估计我会跟你们一样变成哥们儿，大哥，别说二哥好了吧，大哥别说二哥啊，走吃饭去，就变成这样了，主要看那女生漂不漂亮。漂亮，哇！我长得是我自己喜欢的类型哎，怎么会这样子？我今天特别臭美，看到直播里的自己，刚好是自己还蛮喜欢的类型。你们学校三个专业，只有你们专业有女生，开心吗？开心吗？我在我们班里也不算最好看的。但目前是保养的最年轻的一个。
目前我们学生学校我们班的女生出来，我是保持的最年轻的一个。嘿嘿，年轻。采矿选矿，矿机你是矿机。大家都说，搞矿这一行很有钱，是不是？还有人看9990的召唤术吗？急死我了！急死我了，还差11个。急死我了！有人救救孩子吗？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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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急死孩子了，救救我，救救我！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SOS SOS。我等的花儿都谢了。等的花儿都谢了，没有人理我，怎么会没有人理我呢？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哇，保安。我的保安，谢谢你。哇，我截图了，截到图了。哇 ，JV 也有。再截图。你们太甜了，我流泪了。超额完成了，我也在等9999，我要唱一首。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刚上了生日，咋想太平？咋想太平？等，乖巧坐等。快巧做的，戏腔的好日子。戏腔，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生日。还行吗？你们觉得呢？哎，有人在跳什么歌？在跳？怎么好熟啊？改变世界，这是不是坐标啊？我听到有人在隔壁在坐标。应该不是我们队的人，我们队的人坐标应该很熟了吧？会不会是变主嫌在偷偷变厉害，然后惊艳所有人？会不会是变主嫌在偷偷变偷偷跳舞，然后惊艳所有人？我直播更好看，我真人也很好看的，好吧？你见过我真人吗？希望如此，对吧？真人好看多了，我也这么觉得。今晚惊为天人。
没见过真人。那我跟你们说，我真人真的很好看，没有骗你。哇、哦，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我告诉你，真人真的很好看。美若天仙，惊为天人。没有了，真人比较立体。来上海之后变好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北京那会儿比较，我还挺粗糙。你信了？你见过我真人吗？对不起。喝奶茶喝多了，北京那会儿可爱。不许笑，不许笑。北京那会儿可爱，现在不可爱吗？现在不可爱吗？你们看这个圆圆的大眼睛，高高的大鼻子。其实我呢，很可爱的。真人大部分，知道为什么我真人比较好看吗？因为真人有气质。那些我跟你们说，那些照片还有视频比本人好看的人呢，就是照片和视频比本人好看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真人没有气质。然后我的意思是，就是有一些人是照片比较好看，那为什么真人会没有照片好看呢？是因为真人没有气质。但是其实并不是说脸有多么的，就是脸跟视频里面有差很远，可能其实一点都没有差，只就是差的气质。我不是说谁哈、啊，我是说有些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有些呢就是视频没有真人好看。为什么真人会比视频好看呢？因为真人有气质。比如我们塞纳河的小偶像，因为我们塞纳河的小偶像呢都是真人很有气质的。偶像嘛，肯定会有一种气质嘛，对不对？我们塞纳河的小偶像都是真人型、体验型，真人就是私底下会线下见面型，所以你们都知道我们塞纳河的小偶像都是气质的美女。哎，我怎么变成这么凡尔赛？我的天！好了好了，吹够了。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你有女朋友吗？嗯？你有女朋友吗？怀疑，挠头，挠挠头。刚有人说，看我去天河外务，然后，因为我太好看了，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他女朋友跟他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多看了我两眼，可能吧？什么？你看美女，然后就跟你分手了？其实只是找了一个借口。只是你的女朋友分了手，只是想追我。开玩笑的，反转反转，开玩笑开玩笑。看完，那女朋友看了我一眼，发现男朋友不香了。看你们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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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聊不下去了。小爱，我跟你发翻牌有好事。好呀，好呀。可是人家现在在上直播，也看不了，得下直播才能回你哦。你妈妈姓什么？你要告诉阿姨，姓沈的妹妹都很好看。不过你是背着女朋友来看的，没有必要。但是我好像，那你女朋友背着沉吗？你为什么不要公主抱她来看我呀？你为什么不公主抱她来看我？你要背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笑了。你有个基友也姓沈，其实姓沈，
以前我觉得我觉得姓沈不好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整个村的人都姓沈，我觉得不特别。我会觉得人家姓杨啊、姓王啊、姓李啊，我反而觉得哇，好特别哦。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出过我们村儿，我觉得全县下的人都姓沈。如果能有人姓王啊、姓杨啊、姓啥呀、姓周啊，我就觉得真特别。后来才发现姓沈其实已经不普通了。谢谢木子的巧克力。出来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好多姓啊。哒哒哒哒哒，没有外人，我发现我们那边的人都喜欢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啊哈，都内部消化了。对，但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以后不会在家里，我想在外面生活，因为习惯了外面的生活。我是广东潮汕那边的，你跟沈万三有血，都是几百年前都是一家了吧，几百年前都是一家的吧。浙江姓沈是大族，但姓沈我好像很多的那个古代要不古代小说就会有很多姓沈的男主角，沈什么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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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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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男主角的名字会姓沈，就觉得好帅啊那种。对，潮汕牛肉丸，沈心怡，是神经病。大家好，我是沈，我姓沈。沈，我叫沈，我姓沈，名叫摸鬼。名字叫什么鬼？我是小沈阳，眼睛小却有光芒。听说我跟赵天阳两个人的名字叫沈阳。沈是沈阳的沈，阳是沈阳的阳。省点钱。我是瑶瑶的姐姐，什么鬼？我今天晚上就去告诉他。我今天晚上就去告诉，我就去告诉瑶瑶，你知道我是你姐姐吗？我叫什么鬼？谢谢子杰，哦，谢谢没有心的九票。瑶瑶一脸懵，什么东西？他确实比我小哈。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沈墨辰姐姐呢，真的吗？我跟沈墨辰姐姐长得像吗？好像大家都说很我们像。嘿嘿，梦溪没听过，真的吗？真的吗？我在想，真的有那么像吗？谁是大佬路人啊？还没听。身材，其实我整个脸，其实我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跟他像。谢谢君爱女儿的九票。其实我觉得我只跟点只有眼睛跟他像，就是笑起来是这样的，这种笑眼。对，可能刚好脸型也像，因为我仔细的看过沈墨辰姐姐的长相，她的鼻子是小小的，我的鼻子是大的，然后她的嘴巴是微笑唇，是那种。他的嘴巴是微笑唇那样的，这是一模一样，对，他微笑唇，
然后眼睛笑就很像，但其实我的嘴巴不是微笑唇，我不是微笑唇，所以我其实长得跟他不像，只有眼睛像，我嘴巴一点都不微笑，我是性感厚唇，性感厚唇。杜海涛是八七生，我也是八七生，我也是八七生的，好巧哦。哦，上薄下厚，哎，上薄下厚是这种人是什么人啊？好像人家说是有什么什么厚唇是重情，还是然后薄唇是薄情？我这种不算是薄唇，对吧？而且我这嘴巴算大的。有这种说法，给你们看看香肠嘴，我给你们模仿个香肠嘴。上薄下厚，嘴唇重腻，那我就是上薄下厚。因为我今天没怎么化妆，今天就涂了个眼线，口红都是涂的最浅的颜色，这个可好看吧。香肠嘴，因为开了美颜，所以我的黑眼圈看不到，我的黑眼圈就是特别严重。我没被蚊子咬过嘴，但是我的嘴巴有肿过，就不知道是上火还是咋，然后上嘴唇就肿成这样，这样特别肿。明明就不习惯牵手，在这个吗？对呀，这有颗痣啊。你的心事太多，我不会错过。哒哒哒，给你感动，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小爱的作息学过来。那你不能跟我学作息，我这个作息时间真的是不能看。对，我在看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在看我们的活动，我在关心我们的活动进程。点错了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玫瑰花、秋天的奶茶和巧克力。所以我是得到了，谢谢白胡子老爹的一票，所以我是得到了9999，对吗？明明就不需跟牵手。哇哦，没错。泪痕遮住都把手勾，你的心事太多，我不太错过。小板凳，我都没坐在小板凳上，我都坐在地上了。我都是坐在地上的。你在等审核？怎么还要审核？太多，我不会错过。我感觉我下播前我的饭都来不了。我发现我的饭都来不了。你刚刚在出租车上没电了，还没吃，对。其实也是吃了一点。
排练前四五点的时候吃了一个那个米线，然后就没吃了。好呀，有握手会，好像听说有什么握手会，好像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中报握手会，对，预热握手会，对，但好像得中报有进才有吧，是不是？哦，我的音域好广广。有点懵了，现在困得有点懵了。今天晚上又是觉得我不够活泼，不够直播，不够有趣的话，是因为我头太懵了，总是和什么 day 必错过。困就去睡觉啊，我今晚能早点睡，对，没不用排练。等会儿下播就去卸妆、洗澡、吃饭，然后就睡觉了。嗯哼，你们为什么错过呀？我这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哦哦哦啦啦啦，等你的分开，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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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命运最好的安排，我感觉大家都很辛苦，就是从我中学开始，大家就开始，我的音乐会就开始忙啊，忙到现在还在忙啊，赶紧撑过这个点儿啊，大家就可以休息了，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又不嫌犹豫，对，吐了，相依为命。怎么会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我拉不住你，鱼还没收你就拿了要走，鱼还没收你就拿了要走。哎呦吓死我了，哇，太很合适。脖子有点痛，甜蜜蜜，你笑着甜，你笑得又腻腻。什么这样子是半导体盒吗？是，好像是半导体盒。这里，请问这里有卖半导体盒吗？他说有啊，那边转过身就是，就是他的那个台湾腔，就是那边左转就是。哦，谢谢用我的猫的音乐棒。台湾腔很像哦，我也这么觉得啊，因为小时候经常看那种台湾电视剧、偶像剧啊，就会觉得哦，就其实还蛮容易模仿的啦。嗯，机车这种事，现在还有人经常说机车吗？
经常还有人说机车吗？台湾人，我是中国人，中国台湾。住手啦！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没有都说，没有都说。那妈妈你说话，如果下次如果有机会你来握我手，你会跟我说，哎呀小爱啊，我是妈妈啦。小爱我是妈妈，你知不知道我哎？你知不知道我哎？谢谢阿三的奶茶。我犯你很久啦，差不多一年多了。你要是，你听我这样说话都不知道我是谁吗？不来了。嗯，这样没错啦。人家刚开始犯你了啦。你不是犯了我还挺久了吗？就感觉好像，哎呦，真的。挺久的了呢，每天都有你耶，我就觉得还蛮幸运的啦。嗯，虽然你很机车，但是有时候人家觉得还是很幸运的啦。你这样说话有趣了。你们都打什么问号了？那很奇怪嘞，干哈打啥问号啊？有啥意见吗？干哈？从台北抄到东北去了。你福州人听着不奇怪吗？那我跟你们讲讲我们潮汕话的潮汕普通话。潮汕普通话你们听不懂的啦，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们习不习，就能不能听得习惯我的，我们家那边的潮普通话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你们老是说沈小爱的普通话不行，但是你这样对比一下啊，细不细就很好啦。细不细，沈小爱的普通话有九。外卖到了，对，外卖到了，人家的外卖到了啦。唐人，累，想问加菲审核过了吗？审核过了，我就等你，我就下播了。随，对，我马上就下了。好，你还用吗？我不用了，我要走了。嗨，我要下直播了。哇哦，嘻嘻，加菲。哼哼，谢谢加菲。9999，我流泪了，我要哭了。呵呵，谢，谢谢加菲，谢谢加菲。啊，太棒了，太好了。比个心。你的头将永久的在你的头上，我再也不会拧你头了。啾咪。好啦，我要下直播了。永久，对，永久。这句话就落这儿了。对，好了，我要去吃饭了，我实在是太饿了，然后就下了。然后谢谢大家今晚上陪我这么久，然后等我明天有助演，然后明天还有工作，然后后明天要是早点回来，我还是会给你们唱歌的。如果我回来的晚一点的话，就改天吧。因为我还要练那个恶魔轮回，18号有公演。拜拜，谢谢大家，晚安，拜拜。